大家好，我是李欣。哇，我们东森公平大节目啊，你们看，放在左手边这台，哇，多漂亮的一台 DVD player 啊！这是你那时候没看到，对不对？聪明的宝宝才看得到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节目进行到底是谁要来介绍这一台 DVD player 呢？请到了大同公司的王董，王董为我们介绍这一台哦。大家阿哥，我是吴刚，这是阿哥吴刚啊，吴刚你又过来呢，你吴刚啊，哦，这台 DVD player 是咱大同公司的上市产品，看拢无 DVD player 哦，啊，这款怎么样？现在我来介绍咱简单的功能。爸爸，看他身上，哇，好像追他哟。
No problem, no problem. Okay, okay. Thank you. You are a good man.